好沉哦，睡不着。没关系，你用衣服垫着就好了。上学要迟到了，快点啦！姐姐，好冷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跑起来就好了。姐姐，这块肉我吃掉了。没关系，我用这个配饭就好了。孩子做不到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来。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，邀你一起帮助弱势儿童。